下个月即将举行2022卡达足球世界杯，世界杯足球赛和奥运是最多人观看的国际赛事，替场上的选手加油也成为我们共同的记忆。但你知道第一个登上这种万众瞩目国际赛的台湾人是谁吗？他就是112年前的今天出生的张新贤，今年也是他站上奥运赛场90周年。这样一位优秀的运动选手，为什么很少听过他的名字？张新贤日本时代明治43年10月2日出生于今天的台中龙井，天赋异禀的他在日本时代大放异彩，成为优秀的田径选手。在那个台日之间普遍存在差别待遇的年代，台湾人想要与日本人平起平坐的意念强烈，张新贤立志成为台湾第一，代表日本参加奥运。在他的努力下，这个梦想终于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实现。1932年7月31日21岁的张新贤代表大日本帝国与洛杉矶奥运400公尺跨栏预赛出赛，成为第一位与奥运出赛的台湾选手。他也在下一届1936年柏林奥运再次入选日本1600公尺接力代表队。张新贤凭着在运动竞赛的优异表现，扭转了当时日本社会对台湾人的限制，但身份认同还是持续困扰他。1934年，张新贤自日本名校早稻田大学毕业后，考上满洲铁路，前往日本扶植成立位于中国东北的满洲国工作时，就曾分别以日本、满洲国及台湾等不同身份参加运动竞赛，这也反映了当时许多台湾人尴尬的处境。二次大战日本战败，中华民国代表战胜的盟军接手代管台湾，许多台湾人抱着终于可以成为一等公民的期待，结果却是面对中国国民党政权变本加厉的打压。连具有两次奥运经历的张新贤也未能获得应有的地位与尊重。1948年，以选手来说已经是38岁高龄的张新贤到上海参加中华民国全国运动会，并得到优异成绩，但他最期盼的还是再次站上奥运的舞台。1964年东京奥运的时候，张新贤原本想要以田径教练的身份再次参加奥运，登上最高殿堂，但也许因曾经代表日本队参加奥运与在满洲国服务的原罪，即使他有再丰富的比赛经验与奖牌，也无法为中华民国代表队效力。张新贤晚年在自传中就曾透露，自己战后一直不受中国国民党政权重用，他也因此一直郁郁寡欢。指导过知名田径选手杨传广继任的他，却连国家代表队职员都当不成，无缘重返奥运会场。1989年3月他过世后，党国教育的历史也刻意遗忘他，只从战后的杨传广和纪政开始讲起，却把日本时代就登上奥运会场的张新贤给涂销。曾代表日本、满洲、台湾踏上田径场的张新贤，因为党国体制对台湾人的刻意抹杀，使这条热爱运动的灵魂无法尽情在赛场奔驰。每当有国际运动赛事出现争议的时候，总有人爱讲体育归体育，政治归政治，但从张新贤身上来看，也再次证明体育和政治其实密不可分。无论是从去年东京奥运包机事件，还是近几年各种单项运动协会的离谱出包，我们的运动选手其实都和张新贤一样，还未能得到真正公平的待遇。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手不要再像张新贤一样被政治封杀，无法踏上最心爱的赛场，也希望台湾的运动选手可以代表台湾出赛，而不是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这个不断向国际社会宣示我们是中国一部分的名字。我们就要积极参与运动协会与关心政治，才能避免他们像张新贤一样因为政治被不公平的对待。